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放暑假了，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青少年。警政署年年都推出了青春方专案，那这个专案呢，我们要怎么样与时俱进？今年推出了哪些新政策呢？我们为你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少年队的组长林靖群。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沈瑞坤。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副大好。第三位是我们交通队副队长吴志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副座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青春专案哦。暑假到了，警政署的青春专案开跑，针对青少年可能涉及的场所进行了扩大的临检，一块来看现场。警方荷枪实弹来到 KTV 扩大临检，来证件麻烦一下，可以，来这边。暑假到，上百名警力出现在基隆闹区执行青春专案勤务。不过，除了原警手持的冲锋枪之外，连难得出现这把抛弃式的电击枪也派上用场。往上拨到手动模式，就可以利用这个大拇指这边按得到按钮，我进行放电，没错。解开电阀，按下扳机，瞬间可以射出30000伏特的电流，可将对方击倒。尤其远警在狭窄空间遇上歹徒近距离攻击，很适合用电击枪来取代辣椒水。那抛弃式电击器它可以近身用声音吓阻歹徒，也可以电击歹徒。那如果跟歹徒身上持有危害警察的武器，比如刀啦、棍啦，那我们就离他适当的距离发射。这个抛弃式电击枪电击器有3颗子弹。前两年疫情，青春专案规模缩小，今年警方大动作出击，就是希望提供市民一个良好的夜间环境。因为今天是7月1号，是青春专案的第一天，所以我们到辖区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的 KTV 临检，劝阻这个业者不要提供青少年烟酒、槟榔跟毒品。暑假期间应该妥善规划假期，避免深夜在娱乐场所流连，维护自身的安全。就是要保护我们的青少年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组长，今年的青春专案与时俱进有哪些特色？是主持人，就是每年暑假期间呢，我们各县市警察局会依照警政署的规划来执行青春专案。为什么要执行青春专案？也就是说，在暑假期间，学生不用到学校上课，那可能会在家里，在外面时间会比较多。那在外面的话，可能有可能会涉足到一些比较不妥当的场所。在家因为经常使用网络的时间多，那可能会有一些讹诈性剥削等等这些一个条例的一个触法违规的行为发生。所以说，我们各县市警察局在每年的7月1号。到8月31号，那执行一个青春专案，一个专案，为的是说要防止这些青少年涉足不当场所或其他有个触法违规的行为。那我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今年青春专案有查缉面跟预防面的项目。那查缉面今年大概有5个项目，第一个就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就是说防治少年去加入帮派的，这是我们每年。各县市警察局包括刑事警察大队，我们每年一个扫黑一个专案勤务一个重点项目。那在贩卖毒品的部分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基隆市虽然在这几年来我们毒品学生吸食的一个毒品案件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在今年的青春项目还是有规划，就是说青少年如果说成年或少年有贩卖毒品，我们都知道毒品违法防治条例征修以后，我们也去规劝说青少年学生不要去因为接触到这一个毒品让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残害。那第三个就是在诈欺案件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在今年一个查缉的重点项目，针对一个少年车手或是说少年学生去加入这些诈骗集团的一个重点项目。那第四个妨碍性私密影像及不实性影像的部分，也就是说在今年2月份我们有增订修法，通过一个319/1/6条一个性私密影像的案件，也就是说上传这些不雅的一个相片的一个部分。那第五个重点项目就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部分，这也是以前的《讹诈性交易防治条例》在今年在2016年1月1日扩大，为了保护这些儿童及少年，把它改为就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也就是说有在暑假期间有个一些同学可能去打工，可能会有一些做来陪酒，就是适用于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来做一个侦办。所以说
这五项是我们在今年我们各县市警察局在执行青春专案一个重点项目。那这是一个查缉面，那预防面的部分呢，大概有这几个六个面向。所以说，我们不仅在查缉这些不妥当的场所或特定的一个场所，来防止少年因为这样的行为而触罚违规。那在预防部分呢，我们也在做到这，包括这些接触新型毒品，好，还有一个电子烟，或是少年辅导会在今年七月一号实施新生辅导先行的部分，我们去加强这部分的一个宣导，就是说让少年不要一下就进入司法，就是先辅导先行，让他避免一个进入司法被标签化的一个部分。那在防治帮派跟涉入校园暴力部分，也是今年我们在预防面的第二项去强化的部分。那当然在第三项防治少年沦为诈骗集团跟成员跟担任车手部分，也是今年我们一个查缉面。当然我们有查缉就会有预防，去利用各种一种活动啊、直播啦、啊、或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活动方式去宣导青少年朋友，在这预防面的部分。那接着就是第四大项的部分，就是我们在今年预防面的部分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规划，包括在防治性私密相见跟被害跟强化网络安全的部分，还有网络霸凌的部分跟少年深夜容留营业场所跟偏差行为部分，这几个六个预防的面向，也是今年我们警察局一个预防的一个重点，结合一个查缉面做这样一个活动跟一个专案执行的概况，这是我们今年青春专案一个主要的内容。对，可以看到就是与时俱进，现在青少年都流连在网络，所以就会从网络下手，包括了这个儿少性剥削这个部分，然后不要上传这个私密照上到云端，上到网络这一部分查缉。然后另外呢，就是以前我们刚才在聊，就是以前青少年可能会去剧毒之类，但是现在那个都他们不会去，他们都在直接在网络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警方也很厉害，他们就是会有很多那个电竞高手，他们会在我们的网络上跟我们的年轻朋友关心他们，看他们最近在做什么，这也是就是与时俱进的方法。那当然就是青少年朋友现在是血气方刚，需要有一些正当的发泄管道。但有的呢，他就是会去飙车这一件事情，我们要请教志全是不是在青春专案期间这样的案例，你们也有有效遏制呢？是的，因为暑假嘛，人家说的那个校门关比鬼门开还可怕。对啊，因为我们学校那些小鬼都跑出来了，然后现在爸爸妈妈可能都忙于工作，没有什么时间陪小孩子，所以暑假那个青少年的交通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无照跟飙车这两样。那无照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政府可能有正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政府在交通部的部分现在是对于青少年去考机车的驾照是有补助的，是有补助的，这个可以去跟监理站来做申请。那去年的部分我们有跟基隆天险工来做一个就全额补助的部分，很受欢迎，对对，效果还不错，秒杀秒杀，真的，因为都没挤嘛，对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因为监理站现在还是有补助的名额，如果说家长与其说你不给他骑车，你不如说那不然你好好去学，对，你去学看看怎么骑车怎么开车，那到时候上了大学或者是开学之后，你就有一个合格的驾照，要去哪边玩也不用担心，至少你在一个合格合法而且有专业教练的地方帮你教到一个比较会骑车，比较知道说我们转弯要怎么转弯，怎么减速啊，相关的交通法规这样。因为我们像我们那个年代一定都是自己摸索嘛，然后自己买一本书，我记得一定是书局买一本，要考驾照的时候书局买一本那个考古题，对对对对，一本我记得那时候三五十块而已啊，对啊，然后考试前狂 K 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效果不大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只是让你考过驾照，并不是教你骑车。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的交通问题很多都是因为说我们当年的考照制度是让大家过就过，对，是要让大家知道怎么考过这个考试，并不是让大家真的会去开车。那既然现在政府慢慢正视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有开放让我们青少年在学考驾机车，目前是机车啦，那汽车可能有一些县市，或者是像我们去年是有天险工这种慈善单位，可能我在相信其他县市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地方他们在推广，那可以去看看，可以多问。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就是考照补助可以 Google 一下，补助一下看看用什么方式这样子，其实让你可以减少那个我们无照的情形发生，而且可以让这一些我们小朋友青少年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飙车的部分就是说真的是要父母要多花一点时间来做陪伴啦，当然就是我们也年轻过嘛，对不对？也喜欢车子骑很快这样子，我记得小时候哥哥骑很快
啊，我坐后面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我是很害怕，因为他那时候他有驾照，我没驾照嘛。我说骑，哇，这样不是超速吗？这样摔倒怎么办？我心里在这样想，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小，胆子比较小。可是哥哥他就跟一些刚刚有驾照，甚至有些没有驾照的同侪之间，就骑着摩托说，哇，真的骑蛮快的。那我们心里就会觉得还蛮可怕的。那可能我们现在青少年可以玩的东西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父母不去理青少年的理由，因为讲真的，我们生了一个小孩子就要替他负责，那就要跟他关心一下他我们暑假期间他要去哪边，拿了补习费到底有没有去补习，不要拿了补习费去打电动，那去补习班我们要不要去接他回来啊？不要说让他自己回去还是什么。像我们以前就前几年十几年前就发生过一件，就是青少年两个兄弟那个弟弟在暑假的时候去打工，两个月的时间买一台摩托车，然后还是无照的状况哦，然后等开学的时候载他哥哥去上学，然后在中山二路那边就那个消防队那边就因为过弯不太会过，然后就撞到电线杆，然后哥哥先走掉，然后弟弟送医院没有多久才走掉。啊，对对对，那个时候他爸爸还在海上捕鱼，天哪，这还赶不回来，然后那妈妈他们就是跪在那边跟医生拜托说一定要把弟弟救回来，那种我们那种记忆犹新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生的小孩子可能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做陪伴，不能说只是给他钱，或者是跟他说你什么什么什么，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其实这不是教，应该是说我们带着他去做一些事情，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遗憾发生。是真的，就是要从我们的教育源头开始做起，我们要多陪伴、多关怀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呢，觉得有被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呢，就是与时俱进，最近的这个诈骗网络很猖獗，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大队长了，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呢？是因为，就是暑假到了嘛，那青少年也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血气方刚，那其实青少年哦，有时候我们常常我这周遭了，就是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事曾经有两个案例来提供给大家了。那第一个案例是哦，你不要以为你孩子乖乖的在家里面就没事，那我曾经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打电话来，那他就说他的孩子都不敢出门。我说为什么不敢出门？他说哦，他怕到外面的话会被杀。我说怎么会？他到外面到底是闯了什么祸？结果后来我在跟他的小孩聊天，原来他那时候就放寒假的时候，那在家里面就是我可能现在人手一只手机，就开始在那边看一些色情广告，那就有人忽然间给他刁了哦，他就请他就。你要再更进一步的话，接触的话，可能就哦加入我的 LINE 哦，那他就把他加入 LINE， 那加入 LINE 之后，那当然他就觉得哦那个可能几千块对他来说不是个负担，然后他就诱骗他到超商去购买游戏点数，那购买完游戏点数之后汇过去之后，他还一再的跟他拖延，他就想说我妈就给我这些钱而已，我就不要了，哇那开始那个诈骗集团就开始恐吓他了。他说：“哇，你如果不给我，我知道你这样，你刚刚都加入的时候，我都有你的个资，我要把你曝光，我要跟你老师讲，我要跟你同学讲，我要跟你家人讲。”被恐吓。对，被恐吓，甚至我知道你家在哪边，你出来的话，我要派人去暗杀你。哇，他吓到不敢出来，他是刚好跟我们求救。那其实那个，不过我们有跟他指导，后来就是把他所有的联系的管道全部把他断掉，那当然就没有这回事了。但是就是损失，还是损失了一些钱。哦，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我在也是一个寒假，那我这个同事的孩子他是，算是还蛮会念书的哦，某科大哦。那有一天两天没有回来，他爸爸妈妈奇怪怎么没有回来，后来第三天总算接到他的电话，他以为跑出去玩，那打电话来，从公共电话打来，他说爸妈我被关了两天，他爸妈还是一个警职人员，吓到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会被关了两天？他后来赶快去。到一个哦，一个捷运站的门口去，赶快把他带回来。后来我们就来跟我们求救，我们就赶快介入了，侦查就介入。后来才知道，他这个小孩算是蛮幸运的一个人，因为他是本来想说利用放学的时候呀，利用寒假要去打工，所以他看到就是那种高薪，免技术门槛的哦，那他就跟他约了哦，约去的时候他。金融账户什么都交给他，那他会先去测你这个账户有没有被警示，那一警示没有被警示之后，他就开始在啊，你要不要再做赚更多的钱？
哦，赚更多的钱就是来我再去你再去开一个就是网络银行，或是提高你的转账金额，哦，就那再来你要不要再赚更多的钱？哦，那我们到旅馆那边住两天，哦，那因为他就是要在这段期间，他住的这段期间，他有办法就是赶快去骗人家的钱，用他的账户去骗钱，那也怕这个人去通风报信，哦，去跟警察讲，那这个账户就完蛋了。那他遇到一个很好心、很好心的一个计程车司机，那个计程车司机其实也是诈骗集团他派的一个属下，他要在就是专门在接收这些人头账户，所谓的人头账户。那有一天他刚好在接送到这个的时候，跟他聊天，觉得这个小孩子很乖，很乖，很有可为。结果在银行的时候就叫他从后门赶快跑走，他才有机会求救。哦，所以他算是一个没有被害的一个案子，但是被关了两天。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真的，有时候在求职这个区块，哦，青少年还是要特别的小心。是，哎，真的要呼吁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但是一直呼吁，一直呼吁，那我们的警方呢很用心，他们就找到了国手一起来拍这个反诈骗片。射击场内就是刑警站成一排，举起了空气手枪。这时，奥运射击国手吴佳颖气势登场，清新的模样搭配坚定表情，一举枪精准打在靶子上。诈骗集团猖獗，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交友诈骗等等诈骗手法，全都要打击。基隆市警局看准证件妹吴佳颖国内知名度高，而且运动形象清晰，要借由她的神准枪法宣导反诈骗。小小的手机里面刷呀刷呀刷，打转来的 money 全给骗子花。除了邀请名人、警察局基层员警加入宣导行列。警察局第二分局正妹女警说唱结合时事拍摄短影片，在一线就是执勤，所以也受理的案件也是很多。近期基隆市警察局有受理到民众受理诈骗的案件，那也发现了在各类高发案件都有急剧上升的一个情形，尤其在财损的金额也有高达将近1亿多元的一个财损的案件。那我们结合了吴佳颖他精湛的枪法，那也是清新的形象，那在国内也有非常高的一个知名度，也希望以他来现身说法，来教导各类的诈欺犯罪的一个防诈之道，哦，来提升全民在识诈的部分能够做好自己防诈的意识，然后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财产。思考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财产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大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最新的诈骗手法你碰到的有哪些？哦，又收到一个惨痛的经验，那是我一个国小的同学，他的老婆，那他其实他是担任一个教师，那他因为就是相信这种投资诈骗，那后来他提前退休，而且把那个退休金，他投入在这个诈骗。这个投资诈骗，那大家也知道，这个真的是很惨很惨。那甚至到后来，他们几乎都是有婚姻上的一些哦家庭的有一些纠纷的哦。那其实这个部分哦，我要跟大家呼吁的是，因为像这种投资诈骗，它不是给你一天两天的时间，因为它就是哦，就像我们这样每天给你嘘寒问暖，给你问寒的一个月，你把它当作是比自己家人还亲，所以你会什么都听你。警察他也不听，家人也不听，那他一定会可以很多的那个玩法，像这有很多玩法。那第一个玩法当然就是，他就先把你拉进去一个赖群组，那这个赖群组他是很有技术，背后是一个公司在撑腰的，哦，他里面他有专业的老师在教你带进带出，哦，你会让人家觉得说他的技术现行什么，哇，那个跟真的一样，就跟好像我们现在在看投顾老师那讲的一样。它是有一整套的，那当然你有兴趣之后，他就啊，那你要不要高报酬？那你就我们有一个账号，你可以汇进来，你可以每天看到你的哦的趋势的波段，还有你赚的钱的多寡。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了，就连最差的都会赚钱，因为他不把你先吸引住，他怎么可能？哦，那刚开始一定会有给你获利，那获利之后，你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有赚钱，这么是找到贵人了。那
他就会把你拉进去，更一个说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 VVIP 哦 ，VVIP 室，这个是只有一个人一带一个人，那个一个老师专门跟你指导而已。哇，那你要多少钱再准备出来？像我遇到的有一些，几乎这些被投资诈骗的，至少都是被骗2到3个月。哇，2到3个月哦，那这个惨痛，这个都很惨痛，这个甚至他的损失都在千万以上。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听到刑事局有一个很老的长辈在讲，他说在以前一个月里面有4到5件的千万以上财损，就算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可能一个月里面可能10倍以上，哇，40到50，所以那个你像投资诈骗这种财损太严重了。哦，那当然我们现在哦，最近疫情之后哦，那什么还有乌克兰在打仗，现在又大家都常常会收到一些简讯内容啊，大家有兴趣就去看。那有些像有些讨论的议题社群哦，很喜欢去讨论。那像我又遇到一个应该也是我一个好朋友，那他就对那个联合国派驻在那个乌克兰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很有兴趣，他很有爱心，然后就认识到了一个联合国派驻的一个骨科医师。那这个骨科医师就开始跟他常每天跟他嘘寒问暖，问他吃饱了没，然后天气怎样，我现在在那边战地的情形多么惨烈。哇，他忽然间他爱心都起来了，那他就说那可能就渐渐的两个人有好感，那就可能就是啊，那不然你可不可以写一封信给联合国说可不可以帮我请个假。我说的这是事实哦，这不是在跟大家吹牛，爱情诈骗对不对？对，有爱情诈骗。那写一封信去给联合国请假，还真的联合国给他回信了。但是你请假的话要有一笔手续费哦，你要先付。那付完之后开始了一连串就进来了，噼里啪啦，马上要机票费哦。那再来货运公司也传个讯息来，这个骨科医师他想要把他现有的现在的钱要把它先汇出来哦，他有一个包裹里面有150万的美金，你赶快去把它接收，但是你要先付一笔哦海关费哦程序费过程怎么会哦，反正他就想到很一大堆的名目要骗你的钱哦。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种投资诈骗，其实有时候人家说装睡的人叫不醒，有时候我们真的警察也真的很难为，有时候被骗的人我们真的有时候警察也叫不醒。对，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警方很用心哦，所以他们都会提醒我们的朋友，不管是年轻的或是老的，真的要慎防这些网络上或是讯息上一些不认识的陌生人突然间对你嘘寒问暖，你都要心里有个警示灯响起，这可能就都是诈骗的行为。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政府防诈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个面向哦，除了要提醒民众要注意小心陌生人的警讯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要来帮助我们的朋友避免受骗上当？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大。其实现在政府有几个我们所谓的新世代打击诈欺，这有4大的一个具体的策略。那第一个是试诈哦，再来赌诈、主诈、惩诈。那这试诈的部分落在我们的地方政府上，那也很荣幸那个我们的市长有指示请副市长来担任指挥官，他就是把这个试诈的部分结合各局处，并不是只有我们警察单方的这样在那边打击，我像有些教育处也要进来哦，社会处什么都要进来，结合各单位，结合各单位，我这其实是帮了我们警察一个很大的一个哦的一个帮忙。那其实我们在去年，我有一个去年我们金融市警察局哦，光是查缉诈骗集团，我这边有一个数据，我们查了43件，这是集团哦，那成员有471人，那可能成员里面有车手啦，有人头账户啦，我甚至有一些有水房啦哦，这很多，光是一年就471人，那我们查扣了7449万。你看，光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就有这成果，那你看整个台湾那更大，哦，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试诈就是一直要不断的给各个年龄层、不同的阶层要给他灌输，哦，你这个诈骗的恐怖。那另外
还有我们现在最近加入了一些银行的这个守护员，哦，银行的守护员，你不要小看这个银行守护员，这行员如果帮我们主炸，那可以免除了很多很多后面侦办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哦，像我们在去年的话，这些银行的行员在基隆市里面，总共帮我们哦拦阻了92件，哇，这么多啊，4617万。哦，这个是有数据，这不能乱讲的。这个都有在后来都是有在每两个月的治安汇报，我们都有颁奖给他们。嗯，哦，这个都是我们要感谢这些幕后的英雄。那另外当然就是还有就是可能中央单位哦，就是电信公司。好，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常常收到诈骗简讯，啊，其实这个源头就是电信公司，你把它控管好就好了嘛。嗯，你把那个境外的那个垃圾简讯，那个你把它封锁住，后面就不会有相关的问题嘛。那所以现在电信公司也要动起来。那还有一个网络社群媒体，哦，像 FB 还有 YouTube， 对，它这些常常都有加长一些广告。嗯，啊，这个广告你提供这个平台的，你也要去管理一下。哎呀，你要去管理，不然光靠警察没有办法。哦，所以现在我们也有成立一个就是打诈小组，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在社群去看一些有没有这种诈骗的广告，有的话我们就丢给刑事局，哦，他就会请他下架，嗯，哦，减少一个人受害。对，啊，这部分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世代打击诈欺的一个策略。是真的，就是从源头着手，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而且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麻烦。那当然了，这个源头我们就要想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毒品哦。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警方打气毒品很有成效。先带大家来看，警方获报前往一间商旅，在房间内搜到了毒咖啡包。来上车，来上车，来上车。警方准备将女子带回派出所，过程中这名女子突然情绪失控。好了，多推我是不是啊？不要闹了，真的要顾好自己哦。好，你上车。都没有折好，你确定你是？你上车。女子不断胡言乱语，甚至用手不断推远景，最后远景直接压制在地。靠我压起来就好了吧。我靠。案发在26号上午，基隆新一路上一家商旅房间内有人喧哗，警方获报前往查看。在房间内找到一包毒咖啡包，重量1.6公克，经过快筛发现是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随即将屋内三女一男带回派出所。获报辖区某商旅有房客疑似吸食毒品后大声喧闹，远警到场查处，起获毒品咖啡包一包，经快筛呈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而三男一女意识不清，其中蔡姓女子情绪失控，向警方恶言相向，甚至出手攻击。警方立即使出大外哥制服蔡女，依法上铐管束。四名男女警询后，分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社会秩序维护法妨碍公务罪，移请侦办。警方打击这个毒品真的是很有成效，但是这个新兴毒品层出不穷，推陈出新。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最新的这些毒品的方式是怎么样流窜到市面？大家如何要提防小心？好，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所谓新兴毒品。那我们都知道，透过电视媒体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新兴毒品在这十几年快速的窜起，然后造成很多一个青少年的危害。那我们都大家很清楚，那个毒品是依照我们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它就是一个成瘾性、危害性跟滥用性的麻醉管制药物。那它有可能，这麻醉管制药有可能是一个颗粒粉末。那近这十几年来，这些制毒的这些歹徒，他不断的改变它一个化学的结构，把这些所谓的颗粒的粉末的东西，透过一些包装，比如说变成像一些生活上的一个零食，比如说我们经常有在电视媒体看过，比如说咖啡包、果冻、奶茶等等这些，那还有贴片呢？对，还有贴片。那因为它会有致命性危险是怎样？因为我们知道颗粒粉末，你知道这颗粒，比如说这是 K 他命，这是安慰他命。当你把这些成分不明的物质混合在所谓的一个咖啡包里面，那可能有一种、两种、三种、多种以上的不明的成分在这边。那青少年、学生或是一民众
吃下这些所谓的有多种物质的一个麻醉管制药，就是粉末颗粒，它那些制毒的歹毒放到这里面去，那可能会有什么致命上的危险，可能会急性中毒、休克，甚至暴毙。像在几年前发生在台北市的土豪哥，在台北市的 W 饭店去轰趴，那其中有又借由轰趴酒精啊，或提供这些所谓的新兴毒品，可能果冻啦、咖啡包等放在这些，那去参加这些，就因为吃的这些所谓的一些新型带的毒品的东西，那产生急性中毒暴毙。那其中后来法医在这些暴毙的这些民众的身上，化验到有七种以上的这些化学物质。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我们包括我们警察局也巡回在一些社区、学校，包括毒王中心去前进社区做这样一个反毒宣导，也跟同学、跟民众去介绍说这几年来这些新形态的毒品对人体一个危害。那当然这些制毒的这些歹徒，他都没有一个化工的背景，他是随意去改变他一个化学的结构。那让我们大家知道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一个针对毒品的分类有一二三四级，可是他不断的，我们所谓的新型毒品，它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它是不断的改变它的一个化学物质，又产生一个新的东西。那所以说我们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就很难去断定这些类别，像卡西酮类的部分在二级毒品跟安慰他们跟三级毒品，在青少年比较常适用的这些，包括最近这几年来，我们的警察局有抄一些大麻的一个就是对，有人还在家里种大麻，对，就是出整栋的公寓或是等等去种植大麻。我们几年前我们警察局破一个制毒工厂，在基隆，就是客制化，他用一个类似像个分那个煤饼，它可以客制化，比如说，可以给你打 W 啦，或是一个卡片的图案，打你的名字在上面。对，我们也在我们基隆的超制毒工厂又客制化去做这样一个煤饼，然后去吸引这些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学生他比较喜欢炫又好玩的东西。当你把这样的一个不明的成分的一个物质，我刚才提到说这些制毒的这些歹徒都没有化工的背景，然后随意看他想要加多少，要调配多少，就随他的这样的去感觉去做调配。那我刚才有提到说，这样的一个成分不明的东西，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很大的。有时候我们去临检、去路检，查获到这些民众有携带，或者我们去临检一个包厢里面，有青少年学生在那边桌上有这些咖啡包或是这些果冻的部分，我们也要通过快筛看他有没有药物的反应。有药物的反应后，我们再送检验公司判定它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毒品，比如说是安慰他命啊，是 K 他命或其他成分。更何况说这些青少年学生，他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就吃到身体里面去。我刚才就讲到有这些危害，就像我刚才几年前这个土豪哥的事件验出那么多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要特别呼吁说，青少年学生在暑假期间，尤其在平常日，就是要拒绝毒品，远离毒品的方式大概有提供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说，来路不明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去吃。然后家长特别要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也要特别注意到你的小孩他交往的情形，甚至我们也是要提醒家长说，有时候你去小孩子的房间啊，跟他聊天啊，跟他整理房间，帮他整理一下，对，看他在房间里面有些比如说他突然饮食习惯的改变，这个小孩子他平常不喜欢泡咖啡，不喜欢那个煤饼这种味道，突然他房间有这样的东西哦，当我们做家长去关心他，说你这些东西是哪里来？因为自己有些我们在很多案例里面有发生到有一些青少年学生会有误食的情形，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有那么多的成分在里面，可能有是同学或朋友拿给他，他觉得这东西蛮好玩的，有一些图档图样蛮好玩的，他就拿回家。那当我们家长在关心，在跟小孩子去小孩子房间聊天的时候，看到怎么有这样东西，要去关心他，说你这东西是哪里来的？那你平常不泡咖啡吗？不吃那种梅子粉、梅子饼啊？你怎么会突然要买这些东西来吃呢？就会不会变家长吃？对，就是要去关心这个小孩，他这些东西是从哪边来的？我们透过很多的一个案例，也发现到，这青少年学生他可能朋友拿给他，或是说他有些去一些特定的一些场所，我们都知道这些贩卖毒品的这些人实在很可恶，他会欺骗这些青少年学生说，你放心啊，这个不会上瘾，这个东西不会上瘾，而且蛮好玩。他们的话术。对，然后当我这个贩毒的人为什么要提供这些？因为当这些我们都知道毒品有成瘾性嘛，当他成瘾的时候，他觉得想要再去吃这样的东西，买这样的一个毒咖啡包、毒果冻、毒奶茶的时候，当他没有金钱，因为青少年学生可能比较没有经济能力，他连可能要上学、
坐车，哎，吃饭都要跟父母亲拿钱，他哪有那个钱再去买这些东西？可是他当他在一次偶尔的机会去到这些特定的场所，就比较不妥当的场所，接触到这些贩毒的人提供给他的东西之后，然后他成瘾了，他可能就认为说，哎，这个还蛮好，再回过头要跟这个提供毒品的这些歹徒在拿的时候，他说，我上次是给你试用的，那你现在哪要给我钱？那给你钱你没有钱，然后你去帮我收取这些款项，然后去讨债，讨债都涉及暴力，去暴力讨债，去担任车手，你帮我去收集这被害人的款项，我就给你多少钱，那你就可以有钱来买这我的咖啡包，或是说去讨债，给他名册去讨债。那讨债，我们很多新闻都看到都是一些暴力讨债，去压人、去掳人，或去砸毁他的店等等这些。所以，因为新一代的毒品在这几年哦，让这些青少年觉得很好奇、好玩，然后去吸食之外，那不断的改变它的一个化学成分结构，对人体的损伤是蛮严重的。所以说我们要特别呼吁，就是说在暑假期间，真的家长要特别去提醒自己的小孩交往的情形，还有他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突然有这些东西，逢用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要去提醒他。所以说有对这些新型毒品，我们警察局也持续有规划一些专案勤务，或是去宣导到学校社区，或透过办活动的方式，让民众、让学生更能够了解新型毒品的危害，那进而去拒绝远离它。是，哎，真的要远离毒品这一件事情哦，要带大家来看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女子，她真的是疑似吸了毒，结果开车就发生了车祸。上学时间，校门口老师和园警神经紧绷，大家表情严肃，因为前一天下午放学时，有女驾驶失控，开车撞毁校门口交通锥，吓坏不少师生。在放学时间，好，那一台这小客车先冲破我们，前方那个导护的挡杆，好，冲断掉之后，然后再，前行到，这一户民宅的时候，就自撞民宅的这一个门口，然后停下来。回想到事发当下，仍然心有余悸，因为不止校门口遭到波及，一旁店家置物柜倒下，物品散落一地，连门口也被撞凹一个洞。啊，就是洞那个鸡啊，可能刚煎落啊，那个垃圾袋鸡啊，怎这个这个在里面啊？还怎个前进啊？规鸡啊倒落安尼。重回事发现场，还留下车壳碎片，地面上还有酒瓶被压扁。23号，陈姓女子跟丈夫在家里发生口角，随后气得开车外出，疑似吸食毒品，加上开车技术不熟练，沿途横冲直撞，幸好当时没人受伤。陈姓犯嫌是本分局列管的毒品人口，今天下午在与他先生争吵，情绪不佳，加上私用毒品后驾车外出，不慎擦撞到学校的交通锥。本分局在获报派员前往，迅速将该名犯嫌逮捕，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移送侦办。案发后，警察局相当重视，加强校园上下课学童安全，希望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就可以看到，这吸毒真的危害很大。你看，出个车祸，把全校师生都给吓傻。但是这个毒品的防治呢，我们基隆市很有效，听说是雪崩式的下降。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大队长。对，其实在我这边有一个统计资料哈，就是从108年哦到110年这个数据，那一级毒品的部分哦，从在108年有446件，那在111年变成220件。哦，这是我们查起的。那二级1164件，那在111年就变成718件，还是很多。那三级毒品46件，哦，在最近哦，就前年哦，就变成17件，其实几乎就是折半了。对。哦，那这其实最主要的在政府这个打击毒品这个区块，我们有做了一些改变。以前常常我们在算绩效的时候，都是以量取胜。就是你人抓得越多，量越多，绩效就越好。但是后来觉得说，怎么越抓越多？对呀，毒品越抓越多，为什么？防不胜防。大家有看过一些案例，就是有些不孝的哦，可能我们的同事啊，他就养药头，哦，他变成一个金鸡母，他一直在金鸡母一直在危害一些人，哦，那金鸡母都不敢处理，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哦，那后来他现在已经改变政策，我现在我不是要做这种使用者，
我要做药头，那我做药头我才要给你算分数，那甚至我做到药头你还给我查扣他的不法的金流，包括查扣他的房子，名下的房子或是车辆，这个打击很大，他没有钱他没有办法再去进货，包括一些运输制造都一样，你要打击他的金流他才会怕，这个区块就是整体大环境这样改变，一个游戏规则。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可能刚刚少年队组长讲的，有时候你要去校园去宣导，让我们的新生的毒品人口要下降，就不要让他有好奇心去尝试，这个要把它阻断，一个源头，一个最底层的要顾好，那中间当然使用者渐渐的就少了，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为什么分一二三四级，那一级二级因为它的成瘾性高，不容易改，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很多都是在三四级，而且还混合，对，还混合，那但是不是说不严重，但是三四级它的成瘾性就相对的弱很多，只要你阻断它的供应链，几乎这些人他就不会再去染上了，就好了，这个社会就安静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打击毒品的一个重点。对，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警方非常的用心哦。那当然，另外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我们的交通部分，要先带大家呼吁一下，酒驾真的不要骑车。来看这个恐怖的案例。马路上一辆机车直行，但突然冲出另一辆机车，逆向骑车，两车一面撞上，接着又绊倒另一辆骑士。因为他们，我听到声音，人听到我，我就一定听到另外我，所以这我的车。三辆机车车祸意外发生在16号中午，中山区西定路一辆女机车骑士突然跨越双黄线，闯入车道，撞上正常行驶的机车骑士。经警方调阅现场监视器，发现那个76年次的黄姓女子因为酒后驾车逆向行驶，在西定路那边碰撞，有一台张姓男子驾驶的机车，造成两部机车三人受伤，其中黄女伤势蛮严重的送医昨天开刀，今天能昏迷不醒。那个蟑螂的部分呢，也是昏迷不醒。据了解，遭撞的张姓驾驶是台北市议员陈崇文的助理，得知助理发生严重车祸，陈崇文也发文表示哀痛，全面暂停所有立委初选拜票活动。主任在我的这个服务处已经工作了一年了，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认真工作态度非常认真的一个年轻人。那也因为发生这样子的一个车祸酒驾被撞那他也非常的无辜，现在还在昏迷也希望大家能够帮他解气，沉痛的这个严厉谴责酒驾肇事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能够酒驾重新立法把这个酒驾者能够这个立法能够严惩不贷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真的酒驾千万不要驾车酒后不要驾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最近的这些数据案例有没有下降的趋势？其实酒驾这个部分每一次修法都会下降，但是修法过一阵子，大家又飙起来了。对，其实像别人说，我觉得有时候媒体有媒体的责任，如果媒体一直有在报这个的话，像我记得历次的修法，像我们。对酒驾最有印象应该是叶少爷吧，可能大家这种知道是大概20几岁以上的人都有听过这个叶少爷这案子，促进了这几次的修法，从那个如果酒驾致死，从1年以上5年以下，现在变1年以上7年以下，变3年以上10年以下，越修越高，越修越高。那后来又判他开车，那这几年修法是说本来是要扣车而已，现在还要扣牌，只要酒驾就要吊扣牌照2年，等于你这台车子要放在那边放2年，动都不能动然后又怕说这个扣牌不够，那我们钱再把它弄高一点，从6万、9万，下面18万，那18万之后又变成没有上限，一直累加，一直这样，就无上限，那就是说那越罚越重，但是还是很多人心存侥幸。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案例，这个是台北市某议员的那个助理嘛，那我。得到消息是这个骑摩托车这个女生上个月她自己往生了，所以说像我们酒驾这个部分不是只有自己，跟别人，其实我常讲我们汽机车都是人间凶器，它有可能毁掉很多人的家庭，不是只有别人的，也有可能自己的，
不是一个人的，比如说家里面一个人因为这样昏迷不醒，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这个昏倒的人的事，他全家都会因为这件事情，你说经济啦还是各方面都会陷入一个困境。那撞人的呢，另外一方当然要负担后续的赔偿责任，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赔偿责任，应该是全家会这样。所以一个车祸它会造成的是两个以上的家庭的破碎，所以在政府的历次的修法一定是越修越重，而且现在那个酒驾的人好像都是过街老鼠啊，哇，只要一看到酒驾就认为说，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只要一有一个风吹草动，都大家都会非常的对他非常真的是深恶痛绝啦。所以还是要真的呼吁大家，酒后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那暑假期间呢，我们的青少年其实青少年不会喝酒，嗯，但是他们会被逼或者被亏被笑，哦，啊，你不喝你不敢喝，嗯，你喝一下没关系，他几岁了，都18岁了还不敢喝，对不对？成年人呢，人家那个女生都喝了你不喝，喝完，啊，你去前面买个啤酒嘛。像我刚刚的同学就问我说，哎，我们基隆哪边有地方可以烤肉啊？可以，以前蛮多地方可以烤肉的。我就跟他讲，可能基隆西边附近都现在不能烤。我就发现那很多青少年会这样子啊，他暑假没地方去，那不然我们晚上来烤个肉，那烤个肉啊，吃个饭，吃个饭喝个酒。但是而且我们现在是便利商店非常非常的多嘛，买这个都很方便，而且旁边一定会有人喝着酒。那我们都年轻过，别人喝的时候，要不就好奇。要不就是啊，人家是同侪团体之前跟你讲，你不敢吗？你不敢吗？你骑摩托车你不敢吗？就变成说一个，所以暑假期间，如果说像我们父母亲要知道说小孩子今天是跟谁出去，然后要跟他提醒一下啊，你现在没驾照哦，或者刚考上驾照，或者跟朋友喝酒也没关系，那爸爸妈妈给你钱，因为像我们的 Uber 或者是那个其他的那个一些叫车的软件非常的方便，而且那个就是直接他叫车给你哦，你都不用付钱。都不用付钱，直接信用卡了。我现在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怕说有时候找钱的东西，或者是要把皮包拿出来什么的，然后再 say goodbye 谢谢，这样就走人就好了。你跟他没关系，你等下在哪边那个啊？等下我帮你叫一下 Uber 啊，你要记得等下我把车号赖给你，然后你就记得那那个等一下坐这台车回来，这样就好了。这都没关系。其实你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台湾喝酒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社交啦。你说要禁止大家喝酒，我觉得是不可能。但是你要怎么不酒驾？我觉得严刑峻法当然是一个，可是你看我们的配套措施，我们现在慢慢代驾多了，那代驾多了之后呢，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心态。说代驾多，我们可能就像我们本身可能也会喝一点酒的，然后出门就是第一个，人跟车一定要分离，只要确定或者是有可能啊，不要说确定，有一点那就不要开车出去啊。那不然真的不小心一定要开车怎么办？钥匙交出去啊，就直接打电话请同事、家人、亲戚来。他说：“哎，要不要来吃个饭？”然后晚上，哎，没事啊，那小军晚上来吃个饭啊，他帮我把他开回去哦，钥匙先交出去。那这样就避免一些酒驾的机会。然后三样我刚刚讲一些软，我们现在车越来越进步，像我现在我就不用怕说没有人来载我啊。然后晚上我那驾驶软体一叫，而且可以跟他讲：“不好意思哦，我车子3分钟就来了。”你看已经到哪里了，你又可以提早走，又可以安全回家，对，其实可以这样就可以降低很多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发生了。是真的，哎，这个酒驾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还有就是青少年朋友我们要多一点关怀，然后也要给他一个安全回家的路啊，配套措施要做好。那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看哦，就是基隆市哦，这个违停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真的千万不要违停，因为就有事件发生，一块来看看。炸鸡店内的监视器拍下驾驶将车辆停在门口下车买炸鸡，突然旁边的车辆遭撞，剧烈的震动。换一个角度来看，黄色计程车一路开来，直接擦撞停在机车道打着闪黄灯的车辆，整辆车当场转了90度，翻覆四脚朝天。当时我车就停这边，然后下车买炸鸡，还有打闪黄灯，对，然后刚下车大概1-2分钟吧，就被撞到了。一旁店家及路上民众看到，赶紧冲上前，从副驾驶座上将计程车驾驶救出来，抬到路旁休息。好在驾驶意识清楚，救护车抵达，将他送医急救。警方于今6日中午获报，本辖北宁路段有交通事故，经了解为71岁刘姓计程车司机。因不明原因碰撞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后翻覆，造成大片油渍渗出，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并疏导交通，协助将受伤驾驶送医救治，另通知环保局拖吊业者到场协助，详细事故原因正在厘清中。
真的要提醒大家不要违停，因为你看连违停都会有这样的车祸事件发生。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志全，我们的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基隆最常发生的车祸有哪些？其实我们基隆市可能最常发生的就是，不是基隆啦，全台湾都是未注意车前，没有注意车前的状况。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他就是小黄的司机，其实他违停没有错，但是小黄司机可能因为我现在像我们现在最常发生就是太阳太大哦，逆光，你看不到视线，对你那视线太明太亮都有可能。那因为现在太阳太大，所以可能可以看到很多人，很多尤其是骑摩托车的会把车子停在树荫底下，有没有？哦，对对对。那它又变黑，这个是因为太亮，哦、然后那因为你在树荫底下，你变得太黑，那变成后面车会看不到你。所以是最大，那所以我们开车，刚刚我们就讲过，车子是人间凶器，真的，一不小心就是毁人家家庭的。所以我们在开车在路上走，一定第一个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车前的状况。状况是怎么样？就是你看那违停没有错，我们就绕过它就好了。嗯。另外那个他有在树荫底下，对，我们就多一分注意，开慢一点啊。对对对对，可以少掉很多很多不必要的车。这是第一个最容易就是没有注意车，第二个就是违反标记号志的指示嘛。闯红灯，或者是没有两段式左转，或者是双黄线回转，因为我们基隆好喜欢有人双黄线回转，真的，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摩托车骑士不小心走出去就看到，真的，他们就好长，好喜欢这样子双黄线回转，然后而且双黄线回转，我看就没有车啊，车就这样过来这样子，那这个，所以我们后来就设了几个那个可以执法，像那鬼屋前面那个本来是禁止左转的嘛，然后我们那个八堵火车站前面那边，真的那个设了之后不夸张，完全那个车祸是雪崩式下跌，以前如果一个月有100件，现在可能剩下不到10件，是大概只剩原来的一两成，不是降一两成哦，是剩下原来的一两成。但是有的时候就，可是一直设民众说我们在抢钱，跟我们也不喜欢用这种做法，那这没有办法，就是我刚刚讲第一个没有注意车，第二个没有遇到标志标线，那不然现在最多最夯的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行人的部分嘛，对，行人的部分，所以我们立誓修法一直修1200到3600，直接罚3600，然后后来变罚6000，罚6000还不够，撞伤行人要罚7200到36000，然后还要吊扣驾照1年，甚至到吊销驾照，啊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汽车都很守法了。糟糕了，现在行人不守法。对，所以今天昨天我们交通部长又说，我们要提高行人的罚则。我觉得这个，那处罚是个手段了，可是不要一直用处罚，我们可以从教育方面开始做起。但是处罚是最快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案例，对不对？现在超级多，现在小军在路上看了，会看到你真的就算红灯，你站在那个斑马线那边，很多人说，我害怕过。现在很多新闻都有报道，有很多那种在那边斑马线上往天上看，后面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所以有人在批评这个政策的问题，我们基隆现在也是这样。你知道，像我那天我在那个爱三路邮局前面，真的不夸张，我穿着制服，然后我想说他离我这么远，我就指挥他过去，他不走，他动都不动，他觉得我警察是不是设计陷阱给他跳？因为我是站在斑马线，我觉得我离你，因为你知道爱三路邮局那个斑马线蛮长，有3-4个车道嘛，我觉得我在桥上啊你在第一个车道，我这么远，我示意你走，他不动他真的不动可是现在犯人，毕竟现在又变成说行人比较怎么讲，可能对他们的处罚比较严重，或者是他们觉得他们最大，还有人说有概念说台湾就是行人最大，不管怎么样，撞到行人就是你要负责。可是我觉得人跟车是互相尊重，我们道路上是人车共用的嘛。那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变成说哇，所以现在我们昨天那个王部长在说，那我们是不是加重罚款？可是我觉得这还是要从小的教育，还有我们这媒体这边的部分，我们一直在宣导要怎么样让大家怎么样过马路。不然说我们讲真的，如果说行人这样子的话，讲真的，你放五个行人在路上，我们可能整个基隆的车的那个交通都瘫痪了。你就在那边不要动就好了。可是这是我觉得这个是要两边取得一个平衡点，这样不要都是。车一定要让行人，或者人一定要让车，没有一定，就是说我觉得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譬如说车流，不过像我刚刚讲的，我在安顺园那边明明有3到4个车道，那我明明还在桥上，我虽然要跨下桥的第一步，而且我也叫你先走了，那你就走应该是没有关系啊。而且我也是穿了制服，我不会这种陷阱让你跳啊，对不对？因为我们讲真的，我们基隆市是没有在算绩效，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绩效奖金什么之类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你们是不是警察这样子，有点可怕。可是我觉得说，
车祸的发生就是要大家就是多一分的注意吧，就是你小心小心，开车的小心，走路的也小心，我相信车祸就会降低它的发生。是，对，就是要多留心，多小心，遵守交通号志，就不会有憾事发生。剩下最后两分钟，我们要请三位再跟我们民众呼吁或分享，或者是宣导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活动。好，那上在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就是提醒说，我们基隆市警察局在暑假期间规划很多精彩的一个宣导的活动，包括夏令营，包括一些篮球赛，包括一些有一些线上的一个有奖征答的活动。那我们会提醒说，青少年学生在暑假期间多培养这些正当有益身心的活动，可以来参加我们警察局或是我们市政府网络单位举办的这样有趣又好玩的活动。是，就要提醒大家，有活动就来参加，对，而且免费，对不对？免费又免费的，对，好玩又有趣的免费活动，可以上网搜寻基隆市警察局。警察局的巷下里面可以搜寻到我们警察局这在这暑假期间规划的一些活动。是，好，我一样哈，我们在8月5号可能跟8月12号这段期间，我们会举办一个叫基警杯的，就是线上游戏。那可以，大家可能电玩大赛，对，就是多留意一下我们的粉丝团，就是我们的 FB 或是我们相关的基隆市警察局的网站，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让大家可以去可以去营救这个暑假，那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快乐的一个回忆，而不是说就可能就是又被求职照片啊，或是又一些有一些被拐游戏点数啊，这种不好的回忆出来。是好，就是我们要参加正当的活动，警方在8月5号，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大赛哦，电玩大赛。然后最后我们要请志全，暑假很长，2个月，像要升大学或者是现在年满18岁，我建议大家真的父母，与其禁止他去骑车开车，不如帮他报个驾训班，甚至陪他一起去骑车开车，然后随时关心小孩子现在的状况。晚上不要跑出门，你要知道一下，知道去做什么。我们这样可以不要说一个小孩子养这么大，到时候因为暑假期间出一些意外这样子。是，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看见多元化犯罪预防宣导，预防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及被害，营造这个优质的环境，让我们青少年健康成长。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